师今天要来开箱这本乐谱，真的非常的好听，也是许多人一直希望我弹的坂本龙一。那大家讲到坂本龙一这个作曲家，会想到第一首是什么？Yeah!Merry Christmas, Mr. Lawrence! 哦，讲得好可怕。Merry Christmas, Mr. Lawrence! 这本谱一共有20首曲子，全部都是坂本龙一写的。然后呢，他是收录了许多他的电影配乐。那我们现在先从大家最想听的 Merry Christmas, Mr. Lawrence! 那我们现在就来直接开箱这一首。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旋律，可是它前奏有点长哦，齁。Thank you.
我觉得这个曲子很奇妙的是，其实它就是只有一个旋律不断的一直重复，然后用不同的伴奏音型去让它听起来有不同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到一刚开始它是一个前奏，就是非常淡淡悠悠的一种气氛，是一种氛围，然后进入了这个主题，是很叙述的，就简单的让这个主题唱出来，然后再来呢，稍微比较华丽一点，就可能八高八度，然后左手流动一点点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开始讲讲讲讲讲，哦，超爽的啊！我最喜欢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就会一直觉得。越来越热烈，越来越热烈，所以在演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想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画面。这个旋律已经重复这么多次了，你怎么样不断的赋予它新的意思，然后新的画面，才不会让人家一直觉得，该不会你下一句还是滴啦哩哩哩吧 ？Oh my god， 真的是哎，这么好猜啊！如果你演奏的好，就不会让人家有这个感觉，而是反复的去一直回味这个旋律怎么这么美。这首编曲五颗星，难易度我觉得是在意境上面的很多的对比性。算是蛮难的，四颗星，其他程度五颗星啊，好好听。好的，现在这一首我选这个，哎，快点 ，S H E L T E R I N G 是 sheltering 吗 ？Yeah, the sheltering sky theme。你只要跟我讲我对就好了，你不用故意再重复一次。哎，我觉得你想要占版面的企图心非常大。It's like the sheltering sky theme。你弯腰这样摆一个 pose 进来，哎，介绍这个东西，哎 ，Sure。Back off, okay? Get out of my way. 好 ，OK， 这首呢，感觉也是超好听的，开始喽。错吧？没有啊，怎么那么奇怪？觉得他写的非常有氛围是哪个地方啊？吓死我了，有点像鬼片啊！这个、啊，你听，就是在那个夜晚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这个可怕的故事就要发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
似像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感觉，非常的有画面。我告诉你们，弹琴就是要有画面。当你有故事性的时候，不管它是不是一个电影配乐的曲子，你都会觉得它有一个故事在跑。你自然弹它的时候，你心里就会觉得，哦，我有点毛毛的，我有点害怕，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但是我不知道。我刚刚是不是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啊？所以这个电影在讲什么？反正呢，就是一对夫妇他去撒哈拉沙漠玩，然后有好像后来有一个人得了疟疾死掉了。所以我的画面有一点出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对大家来讲，也许这个音乐给你的画面是不同的。总之就是要有画面。编曲五颗星，难易度，我觉得这一本曲子的难易度都是在音乐性上面的东西。OK， 难易度四颗星，喜好程度五颗星，太滑。讲到坂本龙一，你如果 Mr. Lawrence 捞完了之后，还有谁？末代皇帝的配乐就是坂本龙一写的，他是在讲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嘛，是吧？好险，还有点念书啊，吓死我了！等一下讲秦始皇怎么办啊？火速烤炉啊！冰马桶啊！但是哈，我翻开这里哈，六个将啦，不是非常的 friendly 的，但是哈，我们越挫越勇，来，客家腔。觉得刚刚那个六个降的地方啊，我刚刚不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像 Eric， 我很少会找音找到手印在这上面浮动，但是你知道他找音他都很慌，他都在，我刚刚好像有这个动作，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我的 partner 哦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想说让你有点存在感。他一刚开始虽然很安静，可是你可以听到他其实有一个很纠结的东西隐藏在这里面，听一下。但是他左手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钟声还是什么，不断的一直敲，一直强调，听。
弹奏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你左手的分量还是要很够，你不能真的是让它软软的，没有一点立体感，它还是必须是很有一个质量在的。要这样，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，哎，怎么有点诡异诡异的感觉？这种就是非常有电影画面感觉的一种配乐。后面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它展开就真的很好听，然后它转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调性，所以我就弹得比较顺一点。这个。你一定要给他一点分量，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就是你知道这部片是在讲皇帝的嘛，所以你就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分量，才会让人家感觉到那个权威，是吧？好的，我们弹一下最后一段，感觉扣打非常好听，非常的大声，三个 F。是一种歌仔戏还是什么？叮当叮，有那个感觉吗？嗯，我觉得很有中国风味。好，编曲五颗星，难易度四颗星，喜欢程度五颗星。再来这一首叫做 Coco， 我觉得这首比 Mr. Lawrence 还好听。非常的好听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曲子。我觉得它的这个主题怎么可以写得这么恬静？恬静这两个字就是为了这首作品发明的吧？你听，多么甜。因为我个人恋爱体质啦，我是想说啦吼，一个女生如果弹这首曲子跟一个男生告白，不可能会失败啦。这弹下去，你仿佛整个人旁边都是长满了花朵，然后可以闻得到那个花香，然后一个风这样轻轻的吹来，在一个春天的傍晚，还有点太阳的时候。
这个画面真的很美好啊、哦，好喜欢这首哦，好好听哦，你们一定很想要一直 repeat 这首在你们睡前吧。偏偏我就一直讲话安插在这边，你怎么放嘞？好好听，这首曲子我非常喜欢。这个难易度相较之下是没有这么困难的，因为大家可以听到它就是一些比较甜美的东西，它没有说要突然转换成很恐怖的鬼故事，然后再变得很甜美，然后一下子又很有心机很重。编曲五颗星，难易度三颗星，喜好程度。好的，纯享版我们会放在会员的专区里面呢、哦。所以如果喜欢听纯享版音乐，不希望有讲话打断的话呢，在里面我们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曲目，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篇的分享，喜欢的话记得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、问题都会来你们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